些事，我有一事。像小天使妖，他是黎明的剑灵。那你若不是妖，怎么也会用妖法？我乃是长安岳无忌，送晚辈来领教一下严甲师的风采。好说。为何带我来这里？剑灵隐士长大成人，必将拔出黎影，危害世界。这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舍小天一人性命，保天下人性命，此为大义。青云寒集天地阴阳之灵气，将他剑灵散为荒魂。都骗我！去青云寒就是去送死。如果你对下半生的期许都因我而落空，你会不会恨我？你想杀我？